啊，输一次可以是意外，可是输两次就没有借口了。今天是跟许若要再来对决一次。有上一次跟许若是在新装甲子园，对，第一次当黑的时候，对，变成狗。对，今天是在万华甲子园，这次我们就一人500块，看谁能夹的点数比较多。比点数。对，比点数，赢的人可以拿走输的人所有夹出来的东西。对，输的人就什么都没有。对，刚刚稍微逛了一下，他这边跟我上一次来差蛮多的，十二月之后就没来过，机台多了蛮多。可是我印象之前来这边的娃娃都有点难度，然后也都蛮空的，煮的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积极。就是想说过那么久再来看看有没有差。他们有些人说好像有变好夹。各位，我换好500了。我刚刚在绕的时候，我有稍微看一下想夹什么。这边有一个娃娃，看起来比较满。你有目标了？我有目标。第一台就宝可梦，圆滚滚的，哇，宝夹390了，如果吃饱我就只剩110了，六点，好像要先拉后面哦。对，拉档。有了，这样够吗？可以啦，冲了。捏他脚，捏他脚，好像有点耍剧耶。并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20块六个。哎呀！哇！有线条啊？三个而已。赖下标签看看啊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哎、欸，没拉到脚，他可能不太。抓哪好啊？先想办法拉起来后面的部位。咬耳朵好了，咬耳朵，哎，咬回去了。你刚刚转的都回去，我多包一点。可怜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啊，有了！哇，这样打多少？好像也快100了耶。对，可是你赢12点了耶。看起来有点满，感觉好像是要拉一下档。可以的。好。哦，不太妙。不太妙，头多拉一点啊。感觉抓比较光滑那一面不会动。哎哎，捏到皮了。直接打脸是什么意思？过不了。还有天地。哇，漂亮，进步很多哎，15点了。你想夹什么？我可以先帮你测试一下。好像可以。那2点而已。会不会是比较难？这样。啊，甩，甩不太动。好，20块测试完毕，不跟他拼了。我真是有点哎，顺便帮高老板稽查一下。抓得很紧哎。今天阳寿有点强，感觉会出事。就在这个4点的，看起来很空哎，是要别夹下面吗？他要你夹后面状态。我直接先思考了。还在吸。他很晚才放。啊！刚才4点，自己也有点怕，怎么一直出？你又想试什么？宝可梦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宝可梦，你认真吗？我要办了。居然要在对决上打宝可梦，这是陷阱吧？要来把钱分光。好，就是他了。这个我钱不够投到宝。你不用投宝，先运气爆。刚刚哪里？侧门好像比较远呢。什么比较远？侧门好像比较远。哦，耳朵来了，耳朵来了。我觉得耳朵绝对是拉不动。可以，他刚刚拉那么密。很密吗？你看，密吧。可是耳朵感觉起不来。啊！耳朵飞了。耳朵也太大了。完全受掉。我放弃好了。他屁股在这边看了。
对，他是自在极意功。哇，他好像是延迟搜索，就是他下去过了很久才搜。哦，哇，这个可以啦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可以的。哇，你叫吧，你叫吧。真的吗？认真。可是他重心在口，哎，就只拉身体，好像只拉身体好像做不来。哇，那夹这种铜板会投很快，然后不行不行，不能再烂头了。那个有花，哎，有花的水豚，差170，惨了，我的钱好像不够投到宝，钱其实快投光了。哎，你投到快宝，然后换我接你刚好。哦，计划通。哦，哎，泥花可以。哎，好过分、哦！泥花可以。你要六点了。吊牌，吊牌，耳朵吊。吊牌吗？不行。它的花没露出来。好了，要花了，要花了，认真花。花了，花了。游戏要结束了。你还有多少？我还有30。30块。有了吧？算了，放弃。啊，不该补的啦。前面扫扫除就算了。看起来满满的。宠物机真的吗？他的宠物宝石很大，哎，那我直接叫他这个。四号位。哦。叫哪个？喂，拉手会动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口，说，你就应该去加饮料。你要去加饮料。走喽，高歌离席。哎，这个有点，哎，我以为这种10块饮料应该是不会有点的，最后10块拉中间那个，然后下来2个，我不知道现场在哪。最后10块没有。Nope。耶！你再来，再来，再就2个。哇，居然夜出来！各位，我刚已经稍微结算完，我那边大概是31点，然后现在压力在举若身上了。你有什么计划吗？哦，三分饮料台 ，OK， 是抽得出来，应该可以。对啊，我也是。爪子应该也是密的。啊，好慢哦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开玩笑？有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吊牌好像可以哦。吊牌也是考验你的准头了。蹲那个挡板。对。对。哎、欸，有，可以的。哇，捏头不太会扶。对，先把这个弄过来。还是什么奇妙娃娃？有。6666。终于。4点。好奇怪的声音。超怪的，我刚刚看着粉红色的，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捏他的锯子吗？对，他的刀。炼锯恶魔 ，Chainsaw Man， 有。太多了。侧门吗？还是拉脚？有了有了。我再挑战一个。3拍吗？啊，这底下好像要3拍。有啦，666。那个呢？再抽看看吗？应该是逆过去那个方向。对，然后抓直到左上的时候下抓。哎，有，哎，差一点，最恐怖的差一点，差一点会让人一直投币。有，哎，差一点，谁砍哦？有了吧？耶耶
欸，这边的比中和城堡简单很多哎、欸。八点，这个算了，我觉得好像也没有，好像也没有到很丢。对。小娃娃四点，这也很空。我不知道他是摆完就这样，还是还没补。应该是还没。拉吊牌应该是蛮轻松。水饺没有点，对。可是他水饺可以换水饺。是啊，绿的好像可以，两点也好。嗯。有了，五、嗯。二十块两点，其实还行啊。我再拉那个。好。下面感觉会多。对。哎呦，没、欸！招牌出货画面，我来示范一下橘货平常出货的画面。没有了吗？对吗？招牌画有了，有了。天一收价49块，对啊，好才120，还行。就是看能不能用波波。哦，波波，波波丽娜，贝贝里多。波波丽娜，贝贝里多。我换了五块。有，哇哇哇哇哇！来了吧？应该怎么打？感觉是要吸脚，可是它其实很薄，一不小心包到可能又会丢进去，你要脚脚一点。哦，放下放，哎、欸，可以，试点。哦，敲头。这样要拉后面吗？直接一楼的就行，好大概瞄那个提把的就提把掉，还可以。可以。有，帅。如果你没有去拉后面就三十。对，不用拉后面。对，除非你快跑了，你想要一次多出几个，或是卡个。先交啊，先拉二楼。先二楼，要你多花一点钱。有道理。二楼塞得很满。有点空。因为一楼的夹起来就是一个洞而已。对。不过挡板好像不算高。抽到了。哇，试进去，可是才两点。马上是四点吧，我们试试看这个凸出来的肚子。说这个，对，这个它有捏到一点，应该就会。我看一下时间，12秒，11、10，哎，挡好了。9、8，有了，哇，6、6、6，5点，要再一个吗？有，再一个没有，我觉得就可以换了。有了，哎、欸，你斜甩，有了，哇帅，10点，敲头吗？会敲头吗？敲了，没了，少少获得10点，听起来应该算不错吧？他是因为看到摄影机摆得比较丑，如果刚一来我就觉得超空，因为刚刚来都已经被我讲一个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刚已经先夹，我以为那是你带来的。我想说，不是，这是刚夹的吗？还是我那车里面的？不要瞎掰好吗？不是。哦，贪心哦，6点。你有这样稍微压力没那么大。哎呦，哦，有像。他的那个会推吗？爪子有可能把它刺进去。哎呦。哎放吗？放不掉。哇，顶到！哎、欸，他干什么了？他顶到，然后去捏到手，翻了一圈。受不了。哇、啊，他爪子很大，刚好会卡到旁边两只水豚的头。他要去刚刚比较好出的，这边绝对不是比较好出，这边都已经写是高手区了。高手区的水豚，他的衣服要另外领诶，他其实是有衣服的，夹到要再去领。哎，不对，是夹二换一个衣。想夹。啊？他应该是怕你会拉到他衣服，所以才叫你。哦，对。因为下面都有。可以了。哦、OK， 你在等我。对。刚已经可以正职。还剩大概差不多100块哦。哇，如何？有什么想法吗？要先算点数了吗？可以吗？你可以先稍微算一下，这个4点吧。14、
14，剩下的好像除了那个薯条是2点，其他都是4点。16、17、18、18加10、2、8，这4点还是已经赢了，好像赢欸。我不30，我不答应了。16、18、18加10、2、8、32。停手。没有，我31哦，你32。那我这就加了3加。你继续继续，刚不应该继续继续去那边去那边宝可吗？好可爱，我想加这个毛的质感，不像。往前了一步，好难哦！他感觉两拍会刚好在脚那边。卡皮巴跟猪的混种，真的有点粉。哎呦，大腿！快点，有乐辣。哇，这次运气不好了，翻到挡板。太多了啊，好麻哦，好麻，290宝，手麻。可惜，今天就是橘肉的胜利。没有，我们不是平手。没有啊，你一点。我没有啊。你三二啊。你不是也三二吗？一点之差啊。输两次就，吃到还有藏钱，还有口袋还有，哇，乖乖跟我回家，来了帽子，来了，快跑，这个就会可能，哇。本支影片抽奖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抽奖资讯说明栏。橘肉频道也有合作影片，别错过。各位，刚经过反复的验算，我是31点没错，橘肉是32点，一点之差，惨败。赢家的奖励太滑了。我先走，大家看到不用看了，已经知道你赢了。我带着我的空袋子回家了，橘肉白。